然后在中国教英语课，一边教一边学汉语。然后我们存钱，我们真的要去看真的中国就是什么，不要去那个很有课的地方。毕业了以后啊，还没参加工作，那得想办法去。对，可是其实我们已经工作了两年。现在退休了。退休了。老哥退休的了，老哥退休了，退休了，你们还没退休呢。你们上参加工作，然后我们可能在工作。待了二年了。